不知道，算了，我们先开始念吧。我们从第一段开始吧。好。五六七八，一哒二哒三哒四，五哒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哒六七，转头，一二三，再来一遍。 五六七八，一哒二哒三哒四，五六七哒八，一二三四五哒哒哒，停！如果今天有人心不在焉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排练了。我和昊天吵架了。你和昊天吵架就可以不用排练了吗？那我工作累了是不是也不用来了？ 你到底是来谈恋爱还是来排练的？欣，别生气嘛，舒涵这么难过，我们体谅一下他。体谅？难过也不能把心情带到排练上，懂吗？给我继续排练。不是，你今天是不是吃炸药了呀？这么凶干嘛呀？算了算了，都别吵了。不是的，你看舒涵，舒涵这样，舒涵，别哭了。你走开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和昊天吵架？ 就是因为你，昊天手机里全是照片，已经白莲花了。我说是，可能只有你才会害怕吧。你少说两句话，张希啊！再说一次，你们到底是不是来排练的？上次你爸来找事儿，这次你又跟你男朋友吵架，过几天你是不是也会出什么样？喂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。是为了什么？你先过好你自己的情绪吧。啊，是我自作多情了，是吗？我走。